大家好，我是 Trisha， 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魔法使的新娘是由 Yamasaki Kole 所绘的作品，魔法奇幻世界观配搭不时会发放甜蜜剧情，吸引到不少的 fans。 他的动画第二季将会确定在2023年4月6日开始放送。其实魔法使的新娘他的动画首季已经在2017年播出，故事是描述一位15岁的少女乳鸟自细，失去父母之后无依无靠，甚至被人当成拍卖品。在绝望之际，一个非人类的兽头魔法师艾利亚斯·恩兹华斯就以500万英镑将她买了回来，并且要将自细当成自己的徒弟和新娘。就是这样，自细就在艾利亚斯的带领之下踏入魔法世界，并经历一连串的事件，而他少女心中里面停止的世界亦都慢慢开始转动。魔法使的新娘引领观众进入魔法世界，剧里面除了偶尔间会出现突发事件之外，更不时会发放甜蜜的桥段和温馨日常的片段。动画首季结束之后，接住就会推出 OVA 作品。咁之前呢，官方亦都推出咗魔法使的新娘第二季动画嘅预告片啊。咁第二季将会讲述随住魔法师互动组织学院邀请函嘅道理，今集嘅自细将会着上制服，喺新嘅环境同不同嘅成员展开全新蜜语。时隔多年的续作亦都或者会再次引起各大粉丝的关注啊。咁如果大家是魔法使的新娘的粉丝的话呢，就切勿错过啦。咁我今集的分享时间去到呢度，喺下次的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